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女子冠军赛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 Ivelisse 和 Mia Yim， 而这个所谓的女子的摔跤联盟呢是有别于其他的摔跤联盟的，它的所有的选手呢都是女子选手，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最强的女子摔跤选手都是集中在了这个联盟当中。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米亚岩的个人资料，身高是5英7英寸，他是一个混血，而身高1米70，62公斤，来自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今年25岁，学龄七年，他也是这个女子联盟团队赛的前冠军，他擅长的就是地面冲击和高空的飞起。 好，下面出场的这个是艾维丽莎·瓦莱斯，绰号女猎手，身高呢是1米63，体重大概是54公斤，家乡来自于佛罗里戈圣湖湾，年龄26岁，全龄10年。他的队友呢，他跟斯旺还有 AR 弗里呢，瑞格特都是队友，他现在是 Shine 的现冠军，一个是现冠军，一个是前冠军啊，看这场比赛，这个前冠军能不能让自己重新登在宝座之上。 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个马来斯艾维丽莎瓦莱斯也是在高举着自己的金腰带向所有的现场的观众做着展示。这是一场决定筛选的金腰带争夺战。艾维丽莎的身高要稍稍低一些。挑战者是来自美国加州圣迭戈，体重135磅的一位每日混血美女米亚岩。有挑战者就有冠军。那么我左手边的就是山冠军赛的总冠军，来自西雅图，体重120磅的艾维丽莎。完整生态 ，4K 神器，这就是全新的乐视 TV 超级电视 X50L， 刷新互联网大屏生活，引领 4K 时代。艾维丽莎，比赛马上开始。 相比较于米亚岩的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出场亮相啊，这个艾维丽莎·瓦莱斯的出场亮相显然是更霸气一些，而且着装是非常性感。哎，看到这个米亚岩是非常具有这个东瀛风的这么一个，自己呢自己也有日本血统，日本呢也是出产这个摔跤非常好的摔跤手的这么一个国家。这场比赛双方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哦，第一踢，侧踢，非常的响，非常的响。米亚岩好像也在向对手示威啊，你这样的力量还想踢疼我吗？好，这场比赛还了一脚，这场比赛会不会是一个两个打击戏比较展现比较多呢？嗯，拭目以待。脚力，反关节。 倒地了，反过来了，自己也用了一个反关节，都是对对手肩部的反关节技。艾维丽莎是非常的自信，这个难不倒我，非常漂亮一个滚翻式的摔法。双方第一轮交火说：“哎，你也就这么回事儿，我还是冠军，你还差这么一点点啊。” 古井吸气，反制，哦，这一下艾维丽莎有点疼了，反制，前卫古井，一个类似于过胸的这么一个滚翻技术。哦，在向对方示威啊，你也差这么一点点啊。米亚岩说：“我是混血芭比，我有日本的血统。” 我有亚洲的血统，所以说呢，我来自于这个漂亮的动作，非常漂亮。看来这个艾维丽莎的腰部呢也受到了重创。WWN 的比赛就是这样，它很富有技巧性。好的，假动作，直接的夹紧的滚摔。 这个动作做出来很不容易啊。
有一点需要说明，其实我在刚刚在比赛之前呢，我已经也是跟胡志有聊过一个问题，有很多的专有的名词是职业摔角名词，所以说呢，也是我们现在对于新的摔角名人可以慢慢的去接触一些这样的名词。哦，这下漂亮，夹紧之后的一个侧空翻，没有弃权，但是体能呢有非常严重的下滑。哦，一个背部打击，击腹，击腹，踢进，踢进，剪刀腿，非常漂亮，一个锁脚踝，看这个有没有？这是一个制服技，非常疼，非常疼，需要尽快的摆脱出来，需要尽快的摆脱出来。脚踝固，非常疼。双方呢都是在脚力，现在米亚也使用的脚踝固，但是已经没有了。有另外一个，哦，这个是针对腰部的这么一个反过去，看起来是非常疼。现在米亚岩的腰部呢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创伤。这对，这就是 WWN 的特点啊，他的技巧性是非常强的，他对身体的要求非常高。哦，漂亮，一个倒摔，身高还有体重都不占优势的艾维丽莎呢却使用了过胸摔。提起来，哦，而且这个过胸是非常非常的残忍啊，他是米亚岩把艾维丽莎是扔在了绳圈上，而且呢刚才扔到了绳圈之后呢，艾维丽莎的脑后部啊是碰到了石头下劈，双膝跪背也要施展锁腰的这么一个技术，这是一个腰部毁坏技。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柔韧性的话，这一下是非常疼的，很难摆脱。哦，摆脱了十字步，看有没有十字步，有没有？米亚岩说：“这个我不能给你啊，三角锁，三角锁是一个窒息技，非常这个顽强的米亚岩。”哦，这需要绝对的力量。哦，这个逃得太漂亮了，太漂亮了。背部又受到了撞击，使用绝杀，但是打空了，一个前滚翻的前滚翻的踢击啊！现在艾维丽莎是要击打喉部，反击，再反击。双方都在硬扛，两个人不跟你玩了。哦，回旋踢，双方同时高扫踢，同时命中，双方都处于一种基本上是被 KO 的状态，看谁先爬起来。对，两个人似乎是都像约好了一样。裁判在读秒。好，现在是艾维丽莎先站起来，漂亮，一个腾空的双脚踢，漂亮，连续三个大招，是被反击了。米亚岩反扑，侧踢，双脚侧踢，腾空的双脚踢，反抱踢。艾维丽莎想要摆脱，连续的肘击，后肘击。现在米亚岩是跌出了场外，现在艾维丽莎呢还是在拳台上。哦，后空翻式的双腿夹脖摔，再读秒，
现场观众都要给米亚岩加油，能不能起来？观众已经查了五个数，裁判已经查到五了。寻求帮助，但是呢，这是一对一的挑战赛，只能靠自己。还是可以回到擂台上。哎呦，真是，体能还是下滑非常严重。回来了，非常的顽强。360度的侧踢，漂亮。艾维丽莎不敢相信米亚岩逃脱了，成棋再来，双王哥这又是起桥逃脱，非常顽强。对，裁判在示意说你一定要按到对方的双肩，双肩着地，3秒钟的时间。现在要出大招了，艾维丽莎正在攀登，但是哦，米亚岩起来了，现在两个人是展开了这个高空当中的对决，一个这个是非常有高难度的动作，我们看起来是什么动作？哦，但是被米亚岩防守掉了，女猎手呢是自己撞到了地上。反过来，米亚岩有机会了，有机会终结比赛。非常的高，前空翻，漂亮！能不能固定住？能不能固定住？又逃脱了，非常顽强。裁判示意只有2秒钟的时间。米亚岩在向裁判说：“怎么这对两秒呢？这个查数是不是这个是吧？我应该赢了。”哎，裁判，你的这个生物钟有问题。双臂反关节，倒在空，被逃脱了。双峰贯耳，一个蝎子式，一个倒挂面部。这几次艾维丽莎想要使用大招的时候啊，都被米亚岩给摆脱了。又是一个倒栽葱似的，看这个有没有倒栽葱？漂亮！能不能固定住？能不能固定住？能不能固定住？哦，这下让人出乎意料啊！米亚岩最终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击败了艾维丽莎。这样的话呢，她是获得了这一次摔女子摔跤联盟的冠军，战胜了现冠军艾维丽莎，送给她前冠军米亚岩重登宝座。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这个腰带的颜色跟她的穿着是这个色系非常搭配。新的冠军产生了，挑战成功，成为了新的山赛的冠军，恭喜他！经过了这样的一场搏斗之后啊，艾维丽莎失去了自己所拥有的山女子摔跤联盟的金腰带，表情非常的沮丧。音乐是非常具有这个东瀛风的这么一个音乐。这两个人要干什么呢？要握手，但是艾维丽莎还是心里面呢，还是觉得哎，还是握手。冠军呢是可以说是让出自己的王座，但是不是永久的，只是暂时的。我们希望艾维丽莎有一天也能够回来。握手只是短暂的友好，握手只是短暂的友好。裁判现在已经站出场，也就在擦汗。这场比赛呢，把这个裁判人累的是一头的汗。现在两个人都不愿意离开这个拳击台，